这个地方就是全世界最适合求婚的景点。当时我是穿着婚纱从费拉一路走上来，走了两个小时。我的私人的这个天体海滩脱光光的各国人士都到这里面来享受阳光，享受沙滩，享受大海。哦、裸体打排球，人妖打排球不算什么、哦、裸体打排球刺激。